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总统、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的选举就要到了，有着片面选举的交盘，影响民众的投票意向。彰化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全国东部扫黑、肃枪、打砸以及缉毒的专案行动，十工内底查到跋筊相关的场所，总共91件，192个人，查扣133万外元，清查网络跋筊部分，总金额达到3.6亿元。国立每年总统、副总统和立委选举的日子是愈来愈晚。彰化县警局为了强化选情治安，防止帮派介入选举，配合警政署全国东部扫黑、肃枪、打砸和缉毒专案行动，在今内底总共查获跋筊相关场所总共91件，192人，查扣133万元，侵诈网络跋筊下注总规模达3.6亿元。那本局针对可能为选举赌盘的一个牵注管道的一个非法赌博的场所来进行扫荡，那查获选举赌盘，那总共有28件，35人，那以及其他实体赌场，那网路赌博的部分，那本局将查缉各类毒品，那列为治安的一个重点，那贯彻向上一个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来强化这个查缉毒品的一个力道。除了抓跋筊以外，彰化县警局抓毒品的工作成果也真好。彰化警察局长张国雄表示，全国东部执行专案，针对诈骗集团、跋筊场所、辖区内帮派、知识分子和非法的趁机等，来进行强力查缉，也是为着维护每年总统、副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工作。防止帮派分子以暴力或者是非法手段来介入竞选和投票活动。彰化新闻也有彰化采访报道。